姐，这就是我跟你说的沈梦，他的情况你已经了解的差不多了。燕燕啊，你说你看上他那一点了？他既没车又没房，还是个农民工，你让我怎么放心把你交给他呀？姐，沈梦虽然说现在没有钱，姐，你来了，快坐。都准备好了吗？等一下我们一块儿过去。嗯，我们都准备好了。爷爷，你拿着。毕竟孩子过周岁嘛，咱们以后节约点就是了。你们才刚结婚，哪需要这么多红包？自己存着吧。这个呀，我已经给你准备好了。姐，当初我们结婚的时候，我什么都没有，但是你还是愿意把爷爷嫁给我，而且也从来没有嫌弃过我穷。你放心，姐，我一定会好好努力，干出一番事业。嗯，相信你。那就这样，我们选择和你合作。好的，谢谢吕总指示。合作愉快，合作愉快。老婆，老公，什么事儿？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我和刘总那个业务谈下来了。真的呀？真的，这次可能赚很多的钱。嗯，我有个想法。当初咱们结婚的时候，
连场婚礼都没办。我想等这次业务完成以后，我就带你去三亚，不办一场婚礼，然后带咱姐一块儿。老公，萌子，萌子，怎么了？都快要结婚的人了，还闷闷不乐的，什么事儿啊？姐，婚礼要延期了。什么？延期？为什么呀？彩礼钱还不够。还差多少啊？20万。20万，这么多？你在这等会儿啊。萌子，来。姐，这是干什么？这次姐攒了半辈子的积蓄，里面正好有20万，姐你现在着急用，就先拿去吧。姐，这是你自己辛辛苦苦种地赚的钱，我不能要。萌子，咱们从小就没有爸，妈又走了，只剩下我们两个相依为命。姐一直拼命的攒钱，就是为了你啊。这钱不给你，给谁呀？姐，这个钱你留着自己花吧，我得想别的办法。哎呀，这婚期不能延后，这可是你的终身大事啊。那好吧，姐，谢谢你啊。行了，别不开心了，走，洗漱吃饭。嗯。姐，哎，萌子回来啦。那个，我给你准备了一些枣，给你结婚用的，我这就去给你拿。姐，别忙活了，我跟你说点事儿。什么事儿啊？来，坐下说。什么事儿？姐，其实我婚礼已经办了。完了，这不是还没到时间吗？我提前了，对不起啊姐。萌子，没事的，姐这个样子去了也只会给你丢脸。姐，不是这样的，我是有苦衷的。没事，真的没事，姐没有关系的。姐，其实咱妈去参加了我的婚礼。她怎么去了？我知道，自从咱爸没有了以后，我妈就改嫁了，也一直没有管过我们。在你心里，你一直都记恨着她。我知道她要是去了，你肯定不想看见她，所以。萌子，即使是这样，你也不该瞒着我呀。咱妈之前找到我，她说她想看着我结婚。她毕竟是咱们的妈，我也很为难。
我实在没有办法了才这样的。姐，我知道我这样做对你很不公平，真的对不起。萌子，我知道你夹在我们中间真的难为你了，不管你做什么姐都不会怪你，哪怕你偷偷的去跟他相淫姐也没有关系的，只要你开心就行。姐，谢谢你，其实我已经原谅咱妈了，不管她以前怎么样，我希望你也能原谅她，毕竟咱们是一家人呀。行了，姐知道了，饿了吧？我这就去给你做饭。姐。